现在是下午的6:30，刚刚吃完晚饭出来，准备去我们小区附近那个夜市逛一下。听说那个夜市现在非常的热闹啊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有多热闹吧。走吧，出发。现在我来到夜市这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夜市好热闹啊，很多摆摊的都喜欢来这里摆，因为这里人流量真的很大。这条夜市应该有1公里多吧，如果是这样子慢慢的逛的话，应该要10到20分钟才能逛完吧。夜市周边有6-7个大型的安置小区，应该住的有几万人吧。然后这边那些居民吃晚饭都吃的比较早，一般5点多钟就吃完了，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出来逛这个夜市来了。如果看到自己需要的，一般都会买一点。这条夜市街摆摊的商贩应该都有上100家，有卖蔬菜水果的，有卖百货的，有卖玩具的，还有卖吃的。听说在这里摆摊生意好的，一晚上赚上1000块呀。听到摆地摊一晚上能赚这么多钱，小周都想着辞掉工作来摆地摊算了。因为这条街摆摊的生意真的是很好啊，人流量真的是太大了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小区附近那个夜市街真的是好热闹啊，有点像现实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啊。朋友们，你们所在的城市现在还有没有夜市啊？热不热闹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